好，来，我们这边来示范哈。斗焰光人，哇，下一个再用那个马奇。我成就除了西索跟星石，庞贝应该可以试试看。不过庞贝我应该要留在明天再打哈。这边你要给他打才会伤，才有伤害。这个一个字稳啊，这对。没喝饮料，今天没有喝饮料啊，今天喝水。这对基本上就是我稳过。要给他挡，要给他挡。哎呀，超级重置，这边先不要开皮卡哈，这边先不开皮卡。来，斗焰打开哦。现在倍率不够高，好，一二三四，我看一下倍率还在四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差不多可以把它带走了。我们这边开个艾尔莎，啊，一二三四，啊，我看一下，这边还是最高倍率哈，我们还是可以再开艾尔莎。我给他打没差，我给他打没差。这个是一个双重、三重叠珠，好吧，带走。再來下一关是小 D 嘛，对不对？小 D 这边会有一个附加消除，所以我前面先不开皮卡。那这边给他消除完之后，我就可以把皮卡打开，再把斗焰打开。哎，我刚是不是按太快了啊？靠腰。我刚刚是按太快了，有没有帮我按个回放？我是不是连续按两下，然后他就是开关，直接马上结束？啊！是啊。好，接下来下一关是锁技能，完全不怕哦。有点怕，有点怕。等一下，五下，三下，八万血量啊，完全不怕。八万血量啊，干完蛋了，我觉得扑比好像睡醒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不要过来！你睡醒了想要乱我，对不对？没那么简单。先开个龙科延迟一下，因为刚好卡新珠，也没有光珠，延迟一下应该不为过吧，各位。
但我刚刚要是有抖 M 的话，就比较不会那么危险。天降成这样子，哎，阿都每天降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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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次就好，再一次就好了，大哥。啊，有了有了，过去。前面如果有开抖 M 减伤的话，应该是比较不会这么危险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按太快，你们懂吧？好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把它变身，然后。能开的给他开一开，哦，然后这个啊，等一下，我把那个关掉了，我把那个火珠转掉了，啊，这真是搞笑，没事没事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。这样应该就过了吧？干打不死人，这么硬。不会死，不会死。这边我觉得不会死。等一下，那个西欧，换就是等一个好反面。哦，这个天降就很棒，好痒，啊，为什么不带星矢？因为我用星矢，我就用星矢当队长就好了，大哥。我说对吧？我如果用星矢对打，我就用星矢当队长，不是更好打？会用抖 M 打的人应该是没星矢吧？这样有没有贴心？有没有贴心？一直没有转好啊！好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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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个这个摩斯汉堡，要转出光强化珠。啊，这边的话齁，不能拖太久。
好，这样就过了。接下来下一关。这个八 combo 这边哈，其实你有艾尔莎是很稳的。哦，其实你有艾尔莎是很稳的，一下一万九，对不对？稳稳的，有没有稳稳的？就是这样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 CO 还没跳起来。我的 CO， 我跟大家讲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哦。虽然说我的 CO 差一回合，光人族强化腐蚀有没有看到？光人族强化腐蚀有看到吗？各位，光人族强化腐蚀，我就靠他了，好不好？一二三四五，刚好五颗。我操他妈的，怎么离那么远、啊？绝对时间，三颗。哇，这光珠好像有点多啊，好像有点多啊。一二三四五，刚好五颗。哦，这就是我带摩斯汉堡的原因。大家不要问那么多哦。看一下，龙科脉动，先降一组光珠。正常来说，合理剧本应该是要把 CO 洗出来啊。不过我刚刚好像太得意忘形了。OK， 就是这样子，可以连在一起。不是我连在一起的话，皮卡会断掉。你们到底懂不懂？皮卡会断掉。所以我不想连在一起，连在一起皮卡会断掉。好，就是这样打。啊，谢谢有起心啊，这个双成就哈，玄光全人。